亲爱的弟兄，我是新圣山区谢丕林弟兄，我就着我们在主日人数的统计，以及打电话邀约上的蒙恩的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主日聚会之后，我们吃完中饭，很快的就来清查人数。我常常发觉，我们的招待点名的这个结果的数字，只会少不会多。为什么呢？因为在后来迟到的这个弟兄们来的时候，他都没有看到。我们常常在台上一看，哦，谁来了？虽然是11点了，但是他也算是来了，所以这个都要算进去。所以我们就很快的来清点一下。那么清点完了之后，我们中午吃完了中饭，然后我们一起去喝咖啡。完了，我们就赶快想办法来联络早上没有来，晚上有可能会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跟他联络。我们这边西二区，晚上有这个初信喂养的聚会，也有补饼的聚会。那我们只有这么打打电话啊，就是平均每一周至少有5到6个可以来参加这样的补饼的聚会。那么中午我们吃完饭之后，我们主日多半会留下来邀请那个酒部聚会的或者福音朋友留下来一起喝咖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人性喂养上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那么周五周六就是我跟我姊妹开始打电话的时候，我都用下午5点到6点的时间，用周五周六来打电话。那我就着关于打电话的对象，我就把我们区里面的弟兄姊妹分成4大类啊。然后呢，这个第一大类就是不必打电话的啊，有很多是不必打电话的，这是我们的基本盘，这大概就是40位，这40位是不必打电话的。你说打个电话说，哎，慧卿姊妹啊，明天主日啊，你不要忘记来聚会，他说你神经病啊，我根本就是每个主日都来的。所以啊，有很多是不必打电话的，这基本盘啊。那么就是超过标准，就是超过3个月周周都来的，这是你的基本盘，你只要稳住就好。第二类是打电话也不会来的啊，这个要归类在看望类，不用打电话啊。王一鸣弟兄，请你明天主日来聚会。哦，不，我明天早上去打高尔夫，这种都是不会来聚会的。所以啊，归类在看望类，交给主慢慢的等机会。第三类是最重要的，需要打电话的，这个里面有6类。第一个，有打电话才会来，不打电话铁定不来。很奇怪，比方说我周周打电话给那个谁，给秀美，我说秀美啊，明天主日啊，有空能不能来聚会啊？他后来不接我电话了，为什么？他看到我电话上的显出来电话号码，他第二天就来了。而且更奇妙，我打电话给他，他就马上通知辉桥，辉桥也来了。哎，每次我都奇怪，我没打给回桥嘞，哎，他自己都帮我打电话，他们两个是一个 group， 很奇妙。所以我这个这样也打给回桥就不用再打给秀美，他们两个都一起来，所以这是一定要打电话的，不打电话啊，他是不会来的。第二类是工作性质的关系，比方说他们是在这个安养院工作的，上夜班、大夜、小夜的啊，这个你要打电话要问。他有时候他大夜班他就不能来，但是哈，他不是大夜班的时候你要提醒他。比方说像田文怡，我就说，哎，文怡啊，你今天这个礼拜六你是什么班呢？他说，哎，我今天很好，我是白天班，我明天啊，今天晚上睡一晚上，我明天可以去聚会。我说，哦，那好好，那顺便把大顺也带来，因为大顺跟他一起都是在安养院里面做看护的。他说好，他如果晚上没有大夜一定会来。好，这个是一定要提醒，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因着你不关心他，他说，哎呀，我很累，我礼拜天就休息。第三类是在外地工作的，我们这边有很多工程师，电脑的工程师在蓝科啊，比方说像泽刚，他在蓝科，在那个台积电，他不是每一个主日都是有假日的，但是我会问他，哎，泽刚啊，你这个主日有没有放假？他说有。哎，我说，哎，那你可以主日能来吗？哦，他就来。有一次我就没有打电话，我再打电话，他说，哎，我在，哎，对不起，我在这个恒春呢。
他去恒春玩了，所以你打电话他就来了。所以这种哈，这外地工作的，他好不容易回来一次，但是我打电话给他，他上大夜哦，早晨照样9点钟来聚会。他说晚上都没睡觉啊，他也来聚会。所以电话对他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第四个就是新得救的，新得救的，拜托，屈服者你一定要打电话，因为他根本没有主日聚会的习惯。虽然他有乳母会盯他，可是你屈服者跟他打个电话哈，他说哎，他很关心我，他就会来。我们这一年，我们山区有22个受浸，所以哈，这些新得救的都是需要我们打电话的对象。第五类是特别的，喜欢迟到的弟兄姊妹，哦，这个很重要，你不要小看他哦，他会影响你哦的主日的人数，至少6位以上。因为什么？最后他们聚会来了，都坐在那个鞋柜上面，因为椅子都坐满了，就坐在鞋柜上面。他们就是最后来的，什么时候来？10点半以后，甚至11点以后，还有11点半的，他们就会这样子。这个是需要打电话安慰的。最怕就是说，哦，你要早点到，你不能迟到。哇，那我就不要来了，因为我不好意思，我进来我不好意思。越是迟到的，你越要打电话，你说，哎，没关系啊，你来晚一点不要紧啊。有的是教音乐的老师，有的教英文的老师，他下了课10点钟，还赶得要命来了，所以他能来啊。我说你能来就很好了，你能来跟我们一起啊补波饼啊，大家一起吃个便当，香条香条嘛，喝个咖啡。所以鼓励鼓励他。这些爱迟到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不是少数，很有价值的，要打电话。最后就是上一周没有来的，你这一周哈，你不要等到礼拜 5、礼拜 6打，太晚了，你太不关心他了。哎，昨天没有来，今天礼拜 1你就打电话说，哎，秋晨啊，哎，怎么昨天没看到你呢？哦，昨天哦，哎，昨天我送我太太去美国，我去桃园送机了。哦，哎呀，小平啊，你怎么昨天没看到你？哎呀，昨天我有来想要聚会，可是我一起来，哇，天旋地转，恶心呕吐，我的眩晕症发了，还好你有药，我吃了，可是我想多睡一下，所以睡过头了没有来。可是你这样安慰他一下，哎，他觉得哎不错哦，你看我昨天没去，礼拜 1就有人打电话来安慰，来问问我，关心我，哦，所以这是需要打电话的6类。是绝对要打电话的，可是占的比例不高。比方说一个区里面60个人，40个是基本盘，是不用打电话的。20个里面你需要打电话，有的是不需要。另外就是酒不聚会的可以试一试看，打一打，有的时候会有奇迹发生。哦，所以我就把它分成用9类。那电话打的时候也不要打太久，哦，因为你是要在很短的时间中打出去，哦。那么打的时候呢，有3句话是不能少，不管你讲什么话，3句话不能少。第一句话，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你最近好吗？你最近好吗的意思就是我好久没看到你了，但是你不能说我好久没看到你了，你只说最近好吗？第二句话，你说啊，哦，弟兄姊妹啊，都好，都这个好好想你哦，啊，弟兄姊妹好想你哦，啊，以前我们是讲啊，我们都好想念你哦。有一次我打电话被我姊妹听到，说哎，怎么弟兄好想念姊妹呢？我说不是我好想念你，是我们好想念你。而且对方还是一个老师母，严姊妹，严师母。我说严师母，我们好想念你哦。我姊妹大概没听清楚，说哎，怎么可以弟兄想念姊妹呢？所以我说改成说弟兄姊妹都好想念你哦。第三句话就是说，若是你到底要来的主日有空，可不可以啊，能够来到会所，我们大家都好希望看见你。这三句话哈，不要多，3句话就够了。他有时候有感觉就会来。阿们，感谢主。我自己深深的感觉到哈，我们这个全教会的主日人数的统计完全要有屈服者负完全的责任。有的时候我听到别人去说，哦，其实那个姊妹在点，哦，那个弟兄在点，真的点来点去哈，都会少。真的，我们人数是不少，我们是很多漏点。不要说别的吧，我自己去年我就晓得，我们的招待已经是很资深的了，他就会漏点个2个3个。
那别的我就不敢讲啊。如果招待经常在换，你新招待一定不认识。反正弟兄姊妹哈，对弟兄姊妹的认识绝对不会比你区负责差啊，区负责好，一定是区负责你认识全区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一看，哎，谁没来，谁没来，你很快就知道。所以我是希望区负责要负起完全的责任。第二个，每一个区哈一定要有纸本的点名本，绝对不能说我没有纸本的，我就这样看一看，哦，多谁谁谁勾一勾，一定要有一个纸本的。因为晚上算总账的时候，区负责要逐一的来点，详细的来点，在你报上去的时候，最后区负责一定要全部看过。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统计表，看到哎呦，这个区祷告灵啊，诚心灵啊，小拍灵啊，你怎么送出去的呢？表示你根本区负责没有看，区负责没有看，当然就第二天就印出来了嘛，所以才会有灵呢。怎么可能会有灵呢？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有灵的。那西二旧的西二区来说，我们西二区晚上它是有这个成全聚会，有补播饼聚会，它是有签到本的。可是啊，很多弟兄姊妹来的时候从另外一边进来，尤其姊妹们，他不会来签到的，或者新人他也不懂签到的，所以就常常漏签。所以区负责你晚上哈，若是有空，晚上的聚会主日务必要来，因为你坐在那里哈，来补播饼的弟兄姊妹啊，他有看到区负责啊，他心里是得安慰的。你试试看，你三次不来，他就不来补播饼了。他想我补播饼也没看到人，谁也不认识我，他来补播饼，他没有那个感觉。所以我是建议啦，鼓励区负责，你若是有空，主日晚上的聚会，不要说哦，这周轮到你们这个区来服侍你就来，啊，到隔了一个半月你又才再出现，这样不行的。这样子你根本不晓得，你漏点很多哎。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叫做多时段，多时段的人数是算在主日里面的，哦，还陪同的人，我看都点都是零，很多区都是零。其实我一看，哇，这个区也有啊，那个区也有，为什么都没有点呢？就是区负责没有来嘛，他没有来，他当然他不晓得哦，谁是有陪同的，谁是有多时段的。所以我是建议说，尽量区负责能够来。当然最后一句话也就是说，整个人数的统计区负责要负完全的责任。我是希望两面，一面是开源，一面是抓漏。开源就是打电话啊，一定要打电话。第二个就是要详细的清点，就是抓漏。我们开源抓漏，我们就带进主日人数会有增无减。阿们，感谢赞美主。